暴走族，他们的层次是黑社会、混混、暴走族。暴走族会有混混在帮我们 cover， 所以混混在前面开一台车，然后学弟们会在前面开路，最后面是国中生骑五十 cc 车牌翘起来，他们要蛇，他们要挡警车。波兽族们、族弟们一定要会这个，代表我是赤城县。Zeno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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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然后二重奏，你知道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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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三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当初为什么会到日本当暴走族嘞？应该说不想被人家霸凌。霸凌，对，因为我是台湾出生，日本长大，可能台湾没人管，因为爸妈都住日本，我就给阿妈带，怕变坏，对，想说啊，管不住，一定要妈妈顾，就转到日本去，才发现到日本人好团结哦，团结的，对，他们就是狐群狗党成群那边霸凌你一个外国人，所以你就被霸凌了。对，我永远记得我前面一个学生，就是自我介绍完了之后，哎，萨克莫那个是你座位哦，我一坐下去，老师一转头一写黑板马上说，你为什么要来日本？开了有玩，你用困境内哦。可是我那时候我不懂日文，我想说奇怪他在讲什么东西啊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反正我也讲了一下我们台湾的，对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用中文跟他吵架。对，没办法，反正他对，管你的，你不说话一定会被更那个。对对，然后他好像觉得他输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然后下课就有学长在在，你们说他，我就是啊，完了，这个就是我要被学长定了吗？因为我台湾读过国中嘛，啊对对对，你懂，就是我懂那感觉，就开始说你四点下课去体育馆，他们跟我讲了很久，因为我听不懂嘛，他们就拿一张纸，台一个杠体育馆，我就哦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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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要你去，对，我要去体育馆啊，他们应该闹了很多人，这样这样，然后我就去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一战成名，一战成名，不是要去变乖的吗？没办法，体育馆旁边有个仓库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站在仓库上面，很像很帅的感觉。他叫我上来，然后我用爬的，感觉他要先看你的体能条件厉不厉害的感觉，我不知道，好蠢哦。反正我就觉得哇，你们好直人哦，为什么连你们是不是在观察我的运动性给之类的？不知道。上去之后，然后就有同班同学说，哦，觉得就是他的感觉。学长就过来，在说什么，然后就会看到旁边都开始那边准备啊，完了，我应该要被处理了。对，然后呀嘞，就呀嘞啊，完了上了，我就直接把那个学长直接推下去，他上面，对，他们就是哇，这个外国人，你好人哦，你怎么可以，我怎么推下去？是吧？我们一个方向村里面有三所国中，他们是同一所高中。所以我一战成名之后，两家国中都知道了，就开始觉得，哎，学长被处理没关系，我们帮你复仇的感觉，变成我要回家路上会有个干嘛店，所有学长都会在那边，因为那边有电动玩具台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去日本之前，我在台湾会玩过快乐旋风，我会无影摔啊、金鸡独立啊，什么剑招都会，剑招我什么都会，我还可以在强制关机。然后我就去，我不知道嘛，就哎有电动玩具耶，可是学弟是不敢去的，因为我是外国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有电动玩具耶，日币百块，来帮忙看，你就玩了，就玩，然后就有一个坐下来，对，听不懂，对，我在干嘛？奇怪，no thank you no thank you， 他就挑战我，哎呦，想挑战我，然后我就赢他，他就极度的不爽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后来跟学长认识之后，他才知道，你知道第一次跟你打运动，我超想揍你，你把他干掉，对，我就把他干掉。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跟动漫一模一样，我的528里面有 W， 有放图钉，对，因为前面的事情连贯性下，我就啊。一定是坐前面的那个人，那我就把土地去倒到他的爸爸那边，就变成你。对，因为我对，因为我不能闹事，妈妈有交代。日本我们是外国人，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是先怀疑我们。对对对对，他们是很保护日本人的国家，他们是很团结的。对对，然后事情就越闹越大，其中这个学长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好帮手，我们要不要哦收纳收编？对，收编起来，收编说，哎。坂本君，你要不要来我家里玩？哇，我没有去过。有朋友的，对，日本人的家超开心，就去他家里玩，然后就哎、欸，要不要看 album？ 我叫相簿。哦，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就相簿一拿出来，来了，暴走族。
哦哦，然后你看我这个改装怎么介绍东西，可是我还是听得清，不看不还是听不到懂。没关系，礼拜六我们有催多修改。哦，所谓催多修改，就是我们的可能有的学长在一个地方车祸了。然后每一年我们要骑着重机买一些鲜花，就是我们电视上常看到的，就带一堆花，然后去那边祭拜学长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就跟他去了之后，就开始一群人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哇，学长怎么那么吵，怎么那么吵？没有跟他玩，朋友，本来只有一台，然后去两台、三台、四台，学长我们要回家了吧？都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也出不去了，我们没有回头路了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是因为这样，对，所以里面的人早就想走了，你离不开，已经被夹住了，所以人就变很多。对，对啊，那么一百多台这样子，可是那个时候觉得蛮壮观的啊，有很多很多。对，然后就开始说是，哎，学长，我们刚好不去前面哦，前面是总长，他们的层次是黑社会混混暴走族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对，暴走族会有混混在帮我们 cover。这些事情，所以混混在前面开一台车，他就一直开，嗯，然后学弟们会在前面开路，最后面是国中生，亲子嘻嘻，车牌翘起来，他们要蛇行，这个叫 kids 摸机，对，他们要挡警车，啊，对，因为不能随便，对，因为日本的交通文化是大车要让小车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会滥用这个，这他也不敢撞我，可能台湾人去，你们警察怎么不做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礼让行人，礼让小车，是这样，可是台湾直接。啊！这脚啊，挡路啊！然后就开始说：“嘿，你们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们有节拍啊，伊巴拉吉县，赤城县，我们的首都就是水户市，有个吉代吉吉叫水户黄门，主题曲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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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”所以我们身为伊巴拉吉的播收族们、族弟们，一定要会这个，代表我是赤城县。哦、oh ，对，然后我们一群人每个人都要会哦，三、二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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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然后二重奏，你知道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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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三重奏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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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音高音低，对，中音高，慢慢的一直在进化，像每个城市都会有。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，哇，你们的暴走族很酷，那你们暴走族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要这样改？我说，哦，那你知道神风特工队吗？我说，哇，这个跟神风特工有关系吗？说有，因为神风特工队大家是未成年。啊，对对，大家都想要成为神风特工队哦，真的哦。所以我们那个照啊，那个 rocket car， 我们是在仿那个 zero sen 飞机的机舱，我们在模仿，所以我们会穿特工服、军服。对，然后今天要解任务，就要去绑带子，有任务在哦，原来有任务在，我们才绑带子。那件衣服是代代相传的，你买不到。对，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职位嘛，对对对，就怎么特工怎么脱勾太久，肩卡半久，手久，哦，对，我们这些服装是一代传一代。那你有当到什么？我就脱勾特工队长，特工队长就是骑车技术比较好的，因为我们都骑迪亚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去那边就因为他们路比较大，比较好骑，然后他们也骑比较慢，慢慢的职位就越来越上来，哦，对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越来越喜欢跟我玩，本来是打你我的，变得好。因为暴走只能玩到18岁，成年前你一定要银带，所以我们有一个银带修改，就是我们今年这一批的，我来，都给你们的，我来杀狗都没人了，给我过来呢，我来银带是的，啊，这样子啊，一个一个要喊，像老水歌手一样，很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们是硬派。我们是硬派，硬派就很阳刚的那种。对，可是我们很多规则，比如说我们骑重机啊，不能载女生，哦，因为我们是硬派。哦，对，如果你要载女生，你去骑速可达，因为要维护我们暴走的尊严。像对对对对，一定要尊严，因为我们要违规，要双贴，不戴安全帽，因为要维护暴走族的尊严。对对对，你就是要犯法，就是要挑战公权力。对对对对，19岁还在玩的，我们就觉得因为还在骑，又觉得我是学长，你是学弟感觉。可是，在我们这个群组里面没有啊，你已经过气了，就对对，就该换下一个。对，最猛的永远都是17岁，他一18岁没了，你就是没了。那18岁以后要转成什么？从暴走族转成啊，就是青皮啦，就是混混，混混。他们的打工就是去酒店收保护费啊，对，他会给我一个收据，然后上面写口利贷，然后我要给他5000块，然后他给我收据，然后还送我一个冰块。好
好贵的口令。我那个是觉得，哇，他们的帮派好企业化，已经是有收据，我还可以报税，交保护费，我竟然可以报税，还可以去银行贷款。对，我就觉得，哇，你们的黑社会，三口组世界第一，很有企业头脑，很有企业头脑，是聪明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日本很多故事就是蛮好玩的。可是他们那个神拜扣害的这个机制，我觉得不行。那个是让我想回台湾的爆点。你有在日本上过班？有，我在 Canon 上过班。哦、那個，很猛啊，很猛，好累，就被虐待，有被虐待，被虐惨了。学长嘛，先辈，哎、欸，差不多哥，我最近我跟我女朋友分手，等一下下班陪我去喝一杯 ，OK 好，喝完了，学弟嘛要送学长回家，学长我扶你回家，然后一到家，我终于真的不行，然后赶快睡觉，起来之后，女朋友觉得，哎、欸，听说你昨天跟学长超嗨的，今天跟我就连喝两天。然后他们两个又一起来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对我就觉得我不要，好累哦。可以不要，可是你无法拒绝啊。对，文化，对，因为先拜习惯你先带，对，他就是绝对的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一直被定那一个学长，你是不是因为觉得我是外国人，你才一直定我？你会有这种这也是被害妄想症。2006年暑假到了，我就回来弄个 DJ。哎呦，不小心拿到台湾冠军，台湾不错哎。然后因为冠军，对，拿冠军之后，我还可以去英国比世界大赛被找上门了，就接了 Tank 的活动，然后还要唱饶舌，就是 Dance 伴舞，然后我就当 DJ。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兜到线上圈，就某家公司想要组一个这种团体，需要一个 DJ， 然后就问到我这边来了嘛，DJ， 你这行吗？我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呢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枪是所谓多枪，那你现在来福利社，我要拍，然后他就拍，然后就去公司给。现在我觉得不怎么强的人，看我的东西，老板不懂啊，他就觉得那这个可以签，那我才被签了。就才个大嘴巴。然后我才问说，哎，你当时怎么会签？我说我把全台湾反过来这样把所有就是倒出来看完一遍了。我最想嘛，没有，你长得最好看。你这样其实侮辱性蛮大的哦。我喜欢这个，你侮辱性挺大的。要赚钱脸很重要。我以为你跟我说我最强，没有，你是里面最好看的，就是。